嗨，这里是娱乐寡姐为你带来最新娱乐资讯。微博之夜盛典，杨紫和雷佳音、张小斐携作品热辣滚烫走红毯。杨紫一身简约大气的紫色高定礼服，长发披肩，珠宝点缀，整个人优雅又端庄，眉毛稳定发挥，再次感叹今年的杨紫好舒展大气。从紫妹变紫姐，身图状态下依旧美得舒心，无需太多修饰，简单大方就是美。她好像跟过去的自己和解，不在乎外界对自己的看法，只专注作品，这就是作品给她的底气吧。不少网友表示，紫色很符合杨紫今年的状态，红得发紫，大红大紫，端庄大气，从她身上沉淀出了气质。路人说一句，这次妆容真的好适合她，她尊嘟年龄越成熟越美了，气质也越来越大花等等。